哇！请问来自于哪里？我是来自法国，法籍中国人。法籍的中国人，你是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。妈妈是中国人。为我们表演什么？New Style Jazz。好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有很多那个肚皮舞的、哎、每次你们两个都看得很开心，这次终于轮到我了。我觉得你非常的专业，整个的人身形包括他站着的时候那个站姿都有特别的设计哦，看起来不像说是一个参加比赛，好像你以前就做过一些比较专业的表演。我在法国以前我是舞蹈员，现在我在中国人呢我是服装设计。所以这个衣服是你设计的？就这个布条是你设计的？这是我的。好，我觉得这个舞蹈非常专业，但是它好像少了一种自己创造的舞蹈的内容。朱俊 ，Yes 还是 No？ 我想再看看他接下来会穿什么服装出来。Yes，Yes，Yes， 谢谢。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中国妈妈，我非常开心。